歡迎收睇石 Sir 手記，阿石 Sir， 係美國又話唔加息住，不過冇人理噶啦，大家都係諗住睇下個禮拜，即係到底耶倫大戰特朗普啊，唔係耶倫啊，希拉里大戰特朗普邊個贏咁解？希拉里都唔使睇噶啦，而家係睇真係睇耶倫大戰特朗普。哦，即係到底喐唔喐到佢走咁解？係啦。咁樣樣，但係你知啦，即係希拉里啱啱之前又有啲，哎呀，又話要查翻佢啲電郵事件啊。係，你見啲港股啊、美股已經落定先噶咯喎。係，即係到底啊？我記得石 Sir 之前講過啦，特朗普會贏。係啊，有冇變過咧？冇，都係特朗普會贏。係，你啲民調都跟你嗰一次，反超前喎特朗普。唔係民調跟我。而我跟啲民調啫，哦係咩？不過大家睇嘅民調係唔一樣啫。哦，係。咁不如睇下個市點樣跌落嚟先啊，石 Sir。得，好啊。嗱，首先睇翻市先啦，恆生指數啦，好簡單啦。咁去到23嘅時鐘呢度咧就冇得搞啦。咁啊，即係一路落翻嚟啦。而家你睇到咧就係即係一底低於一底，就一頂就低於一頂，係咪？今朝穿過27咯喎。係，咁啊冇問題啦。咁我好早都講啦，係。企唔到232，落翻嚟咪228到222之間咯，係好簡單啫，又唔係死人嘅。咁國企指數又唔係跌得好多啫，國企指數跌嘅幅度冇依個係恆指跌咁多啊。上證指數佢話知你死去，喺3100上面係咪啊？因為我同你出邊絕緣噶嘛。深圳成分指數稍微差少少，因為的且確有啲資金咧，外資咧。係基於好多原因咧，係即係走咗啲嘅。嗯。咁啊，Dow Jones咧，嗱，咁我話俾你知咧，咁叻，你企上去啊，企唔到啊嘛。係。而家落翻嚟啊嘛。嗯。好啦，再跟住係Nikkei，嗱落啦。嗯。係咪你一落啦？你上得咁多咩？好啦，美匯指數，唉，都話你上唔到100啦。係喎。落啦，美元對日元，仲話只係講108。是落翻嚟100啦，系咪啊？就咁多啦。系咁啊，喺呢点入边就冇嘢啦。咁点解我哋睇翻攞100咧？因为你呢度守呢度，你守唔到之前嘅顶啊。哦，系嘛？如果你呢度落嘅话，你落少少啊，落到守到呢度顶咁得。如果唔系，你守呢个通道底，通道底嘅时候，通常呢啲咁嘅情况之中咧，就出好似咁样样咯。嗯，又要试翻低位啦。又要试翻低位咯。嗯，试翻低位咁，咁冇问题嘅，又唔使死嘅。日 yen 去100啫，咁遲少少，係都話咯，仲有個位啊嘛，相約在98要95啊，咪未見啊嘛，見到先啦。嗯，再跟住之後，2020年啊，2030年到咪去依58咯。哦，係嚇，嗯，都仲一段時間，2030仲好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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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耐。嗯，係嗱，咁咧真係下個禮拜就大選啦。嗯。即係，哎呀，大家都擔心，如果特朗普贏咗，喂，真係成個世界都唔知點咁噶咯喎！你講擔心，你係企於乜嘢嘅立場？你講擔心咧？我企喺小投資者咯，從小投資者嘅角度嚟睇，係擔心。好啦，小投資者你有幾多輸咧？哇，輸曬都仲唔夠啊？係嘛？係啊，嗯，所以小投資者，咁你如果有人擔心嘅，咪坐貨走人咯。係。嗯，系咪啊？咁冇人话唔俾你出货噶，系，因为你少啊嘛。嗯，而家即打个电话，你未听完呢一个嘅节目嗰阵时，已经走晒啦，已经走晒啦，系，系咪啊？你好多货咩？唔系，系咪啊？嗯，啱啊，唔需要走几日噶嘛，不问题，你唔肯走，哦，谂住搏，咁咪算咯，系，嗯，咁石 Sir 就话啦，咦，特朗普都应该会赢噶啦。即係出邊嗰啲都開始跟你風，已有機會。唔好話跟我風，我正話講過，唔係跟我風，係因為我唔係美國選民，我係跟美國選民嚟到嘅揀擇嘅啫。嗯，咁即係好多之前嘅時候，大家有陣時睇嗰啲民調就話唔係啊，話希拉里贏啊，好簡單啫。民調你都信嘅？哦，自從經過咗英國脱歐嗰單嘢，係你都信嘅？已經跣咗一鑊啦，係咪啊？係民調，無論係香港。以及世界都是被人做手腳的。哦，即其實而家就算話邊個贏邊個輸，其實唔關事嘅。唔關事嘅，係睇民調後面嗰個機構。嗯、你唔好真正信佢哋真正百分百中立啦。係，係咪？
今時我哋好多時報道嘅係用咩咧？係用緊一啲嘅係所謂華爾街經常贊成嘅民調。嗯，所以佢哋話為咗要華爾街佢哋嘅好睇好等一樣嘢，同埋咧可以咧，佢又唔好講啊，呃小投資者啦，使大家心安啲，繼續揸貨。因為你唔揸貨，華爾街點揾食啫？係係咪啊？因為你而家繼續揸貨，到時唔覺意輸咗，唔覺意輸咗啦，咁你又要再即係 cut loss， 咁然之後先再平貨噶嘛。你繼續揸貨唔 cut loss， 咁一路上曬去，咁華爾街大陸點可以買到平貨咧？係，所以佢哋鼓勵大家揸貨，哦，係俾你有次機會就去 cut loss。哦，咁嘅樣。是不是、cut loss 呢他們在低位就衰了，你也不會相信哇今次這個跌了下去之後美股會一沉不起的、除了外面的傳媒就說 A 股跌了下去就會一沉不起了這樣嘛，都起過啊，是的，那你起得不夠多嘛，是不是、所以這個過程裡面來其中第一件事，無論你是特朗普與希拉里上場都好，這個世界都是繼續運行的啦、地球不會那天就轉了做啊，公轉就由於個365日改咗3600日噶，一日又不會由24小時改做240小時啊。唔會，天還是在這樣，地還是在那樣，只不過你自己喐嚟喐去啫。係，係咪啊？係好簡單噶。但有啲人話啫，特朗普上場可能成個美國搞冧噶嘛。嗱呢個咧，所以又要講啦。你認為咧點樣唔好啦？很多美國選民會認為選了特朗普之後呢就會很好的，即是選完之後就覺得不好啦，這樣是不是，你好像今時今日這樣都有很多人選了新年清正進去的，對不起，是青年新政進去的，選完進去之後連有些支持他們之前的人都會覺得哇不是這樣吧、可以後悔了，是不是、所以這個世界很簡單的嘛，人是會有時候是比較暈會遮住了你看東西的清晰度、事後你才知道 是很簡單，那有沒有什麼問題呢？沒什麼問題的、人類歷史上面犯過很多次錯誤的啦，都還沒絕種，是不是、是絕種那個是你自己啫嘛，其他人冇絕嗰種，所以你應該要去吸取啲歷史嘅教訓，睇下點樣自己唔使死，或者唔使咁傷嘅啫，係咪，咁其他人傷，其他人死係冇得救噶呢樣嘢，如果唔係和合石，使乜要爆棚啫？係，好啊，咁我哋即管睇睇啦，好啊，所謂即係對於呢啲事件嘅。希拉里的支持者不會因為因此而轉投特朗普的，但投票率就會下降，即是他們只去投白票啫，不會投啫，是嗎，那這個對希拉里呢就會不來了，那當然是啦，特朗普那些人繼續去投，支持你的人就不去投，那你當然是選不出啦，用不著說啫，好似點樣叫選情不利啫？特朗普啲 fans 死忠嚟嘅喎，有啲咩醜聞嗰啲都唔，所以好多人咧就係好多時睇嘅民調嘅時鐘，你睇咗一啲咧就係華爾街贊成嘅民調，而佢哋可以公眾媒體度出到去。美國仲有好多種民調嘅，係有一個就係用呢個係賭嗰啲計算機，哦，即係用計算機用電腦咧作為做一個咁嘅驗證，根據以往啲樣嘢咁做啲做出嚟。不嬲都話特朗普贏先嘅喎，係喎，嗰啲用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做出嚟嘅嘢。咁如果你相信機械人嘅話，你冇可能唔相信 AI 噶嘛？因為連阿霍金都話第時 AI 會控制我哋人類噶嘛。係 AI 係未來嘅係 master of mankind 啊嘛。我哋人類只不過奴隸嚟啫嘛。係呢啲機械人嘅奴隸嚟噶嘛。咁啊，再跟住之後，我再嘅睇啦。美國的廣播公司 ABC 和華盛頓，記住大家經常看的都是這些美國廣播華盛頓郵報的東西，說這些大家見慣見熟，不要再看了，不要再相信了、好，美國有線新聞網 CNN 是又是大家看慣看熟的，不要相信了、好，那
VIX 恐慌指數，嗱你唔能夠唔信啦。嗯，因為呢個市場集體行為嘅係反應。係。啊。嗯。即使好似好簡單講，你唔好唔信咧，就係每次去長途旅行，即係搭旅遊車嗰啲啊。係。落車第一件事要去做嘅就去廁所。嗯，係。係咪啊？嗯。即係呢個。集體人的行為現象嘛，而每一個嗰啲長途汽車站入邊嚟講，以個廁所人數排隊的指數是可以反映到佢做生意程度的嘛，係咪啊？冇錯，即係如果廁所入邊排隊越長嘅，每人去洗手間即係等待洗手間時間越長嘅，就證明間鋪頭一定係好生意嘅，係。一落去就有位走埋嘅話，呢間鋪頭冇生意。嗯，係，係嘛？好啦，再跟住睇睇啦，下面嗰、那個美國大總統大選之後咧，股市波動性通常會下降，啱嘅。哦，啱嘅。咁之前嘅時之中咧，同埋之後咧，冇錯，你會揾到會有波動性會下降。不，今年係咪咁啊？係咯，我就係想問今年會唔會咁啊？梗係唔會啦，因為之前個認為希拉里會贏，哇！突然之間呢幾日臨埋門之後先揾得到，係哇唔掂喎，好似係錯咗喎，咁即刻調整咯。嗯，所以如果嚟緊今晚、哦聽晚係禮拜一，美股連跌，日日啊跌300点啊，哇係啊跌到1600点咧，咁咪差唔多啦。咁咧完咗美國大選之後咧，如果係 Donald Trump 勝出嘅，就冇乜點波動噶啦，因為再炒殺先，一跌定啦。係，即係如果跌咗落嚟之後，到而家唔係喎，突然之間爆冷，希拉里會贏出喎。嗱，咁個股仲要有波上去啦。嗯，係，係嘛？咁所以呢、這個點解之後嘅波動性咧，就要睇之前係咪 Donald Trump 人哋買佢會升，咁之前跌定。嗯，若然係咁嘅話。美股咧係將會由現在開始去到依個係8号之前，都會有下調壓力。嗯，咁之後如果突然間又爆冷啊，嗱，我認為爆冷啊，希拉里勝出嘅，咁咧就唔同啦，個市又彈翻上去。嗯，係啊，就呢個就會咁睇啦。咁啊，1853年以嚟，白宮執政黨同埋股市嘅回報。民主黨嘅話就 10.7%， 共和黨就 10.5%， 其實一樣啦。咁即是話俾你知啦，嗯，世界唔因為你嘅執政而改變噶嘛，係受咩？係受經濟影響啊嘛。嗯，好啦，如果特朗普勝出咧，就有添啲重大不明因素，投資信心或者會急速會轉弱。第一，美股嘅急射梗係唔會啦。係咩？你如果認為佢會勝出嘅話，之前已經跌曬啦，剛才我正話講過啦，係咪？嗯，大家都係估五波啊嘛。嚇，五波嘅時咪到時睇咯，越嚟越多人會睇特朗普勝出噶啦。哦，美元同美債息會下跌，喂，又跌定啊？唔係喎，美元會下跌啫喎。哦，美債息咧會下跌咯，已經做緊啦。你正話大家睇唔到呢個係。US Dollar Index 已經落咗嚟98之後啦咩？係資金啊湧入黃金等貴金屬，湧緊啦又嚇，要入其他已發展國家嘅貨幣，哇咁做緊啦係咪啊 ？Peso 啦同埋人民幣嘅大幅貶值，你有冇搞錯啊？會唔會咧？咁你湧入其他已發展貨幣啊嘛，發展國家嘅貨幣啊嘛，咁點解會 Peso 同人民幣會大幅貶值咧？驚特朗普針對你啊嘛！咁啊再跟住咧就話聯邦儲備局會加息，會加息，嗯。系咪都加嘛？嚇，又會大幅減税，令到通脹飆升。嗱，會唔會咧？嗯，好簡單有樣嘢，減税又 so what？ 哦，你班人窮啊嘛，根本不嬲交税交少噶啦。嗯，減税有乜問題嘅啫？好似特朗普咁過咗18年都冇交税啦。係，加税減税對佢冇影響噶。嗯，係，係咪啊？所以最主要呢個特朗普到時都公開咗避税之竅訣，咁即係減唔減税冇關係啦，因為加税都唔驚啊，係都唔使交，係咪啊？嗯，我又可以做18年唔使交，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邊咁擔心做乜啫？係好啦，咁然之後拜登當選喺美國經濟會末日咧 ，Moody 同 Analyst 實際公司阿辛迪咧就發表報告，特朗普嘅經濟政策先生。美國經濟將會顯著轉差，關鍵就係龐大赤字。
嗱，錯嘅。哦，唔啱。我哋睇到1930年代美國係因為個經濟差，因此喺當時羅斯福同胡佛等等冚冷要用呢個咩係發呢個大證券，用赤字去刺激經濟起路，嗯，先將美國經濟搞好啊嘛。係。咁你要將經濟搞好，企業唔投資，咪政府咪要投資咯。政府投資之前嘅貨幣政策已經唔得啦，咁咪係咪因為政府投資時咪加大嗰個赤字咯？咁美國再跟住起翻屋、起翻路嘅話，係咪美國經濟會好定差咧？嗯，好咗。例如啊，美國啊，好似依個中國咁樣起到啲樓，即係而家住多40,000,000,000人。嗯。是都得嘅，系而家系咪吉住喺度嘅？嗯，得噶，咁你咪即刻会转好咯。系未来四年将会少失，宣布少失咗350,000职位。系华尔街系少咗啊嘛。即系如果到时我起屋嘅话，装修嘅话，起屋出嚟可以冇人住都得噶。嗯，系系嘛吉屋嘅喎，咁点解会咪丧失咗350华尔街嘅职位？真可以喺洛杉矶山脉度啲偏区偏僻地方起屋起路啊！增加多3,500,000嘅职位啊！嗯，咁又 so what 咧？系系咪啊？咁跟住之后嘅4年之后失业率就为7%。喂，若然系咁做嘅话，失业率点会系7%啊？嗯，系系咪啊？即系呢个唔啱嘅。所以你要睇嘅就系、是。你是講緊損失個職位是華爾街職位，抑或是勞動階層咧？嗯，仲有、哦、美國咧，佢話要求啊，特朗普要求啲企業要翻翻嚟喎。係，咁佢好簡單噶，佢話俾你知，喂，蘋果，嗱、唔准再喺呢個中國生產呢個係手機啦，係，一定要攞翻嚟美國生產。若然唔係嘅話，我唔俾你蘋果喺美國度賣。嗯，你攞咗出面買啦。嗯，咁蘋果要點做啊？係蘋果唯一一件事，咪要將啲廠翻翻嚟咯。起碼如果你想美國買啲機，你就要美國度生產。係咁呢一樣嘢，之前啊 Bush 曾經喺阿奧巴馬，即係輸俾奧巴馬之前，曾經同 Steve Jobs 講過噶嘛。你可唔可以將啲呢個係製造業？蘋果嘅就係冚手機嘅，手攞翻嚟，因為美國冚啊。嗯。咁啊 ，Steve Jobs 話 no way 啊嘛。嗯，係。係嘛 ？no way 之後，佢咪死鬼咗咯。我又冇咁講。係咪？係。嚇！咁你賺美國人錢，賺世界錢，之後你唔俾美國有呢個係職位嘅，咁點得？咁於是好簡單㗎，咁啊攞翻啲機翻嚟做冚，美國人突然之間就識得，哎呀，我好需要裝冚技工。嗯，系。之但由于美国已经冇咗咁耐，冇咗装嵌技工，系点做啊？咪、请中国人去做科文咯。哦，咁样样。系。嗯，系。发啲绿卡俾佢哋，教我哋做翻装嵌咯。嗯，培育，培育。系咪啊？培育我哋装嵌人才。咁之但系问题就咁啦。哇！我将会要点做啊？我人工冇理由攞中國嘅裝嵌工人工啦，要攞翻最低限度、最低工資$8咁一個鐘頭啦，我都唔攞你依個$15咁一個鐘頭啦。係有綠卡喎，唔係美國人，哦，美國人，美國人，美國啲工人咁攞呢樣嘢，咁即係蘋果嗰個手機將會點啊？係好簡單啦，繼續賣6,000啦港紙咯，嗯，係咪啊？咁不過。蘋果的利潤就會減少了，因為你人工貴了嘛，蘋果所賺到的錢就將會少了，而蘋果過往5年是帶動這個 S&P 帶動這個 S&P 20% 的升幅嘛，當蘋果的利潤減少了的話， S&P 就跌 20% 咯，是，那還是好事？沒問題的，跌定了之後蘋果慢慢又可以再做翻噶嘛？當到 Donald Trump， 你頂籠我做8年，係做完之後佢又再移翻出去出邊嘅話，係咁蘋果個股價又再上升啦嘛，咁而且就將我掠低咗個 S&P 俾大家可以買貨啦嘛，係喎，咁長遠睇又好似好少，係咪啊？所以有問題啫，因為我哋曾經試過
就係美國的企業將佢咧移咗喺外邊去做嘅話，生產咗利潤，刺激到股價上升啊嘛，壓低咗通脹啊嘛。嗯，係。咁你美國咪有一個繁榮咯？嗯，係。呢個過往果由呢個係1980年代到現在，美國繁榮係基於呢樣嘢啊。係。係咪啊？不過而家 Donald Trump 就俾你知，唔好咁繁榮啦，我哋翻轉頭啦咁。嗯。翻轉頭之後，又會再做另一個 cycle。係。因為始終一樣嘢，全世界工人的工資是真正要齊一的。嗯，因為當我們在找地球是平的，一個是所謂環球一體化的話，你不做就轉到那邊咯。是，如果你改回轉頭，我只是的工資都要貴了上去，那美國通脹就升了上去咯。是，美國通脹升你就加息咯。嗯，加息的時候美國債券就吸引咯，因為當其他各個國家都是去回是兩厘息三厘息，而美國譬如八年三十年債券還有八厘息的話，是我根本就不會買樓走去買這個美國債券啦。是，是不是？因為你樓你都一年得回兩厘幾三厘收益嘛，我買三十年的國債，喂，坐喺度又唔使同人講加租減租，又唔驚嗰個即係租霸走去走租，又唔驚嗰個租霸啦，臨到拉尾嘅時候同我拆牆，老包英嚟落去個廁所度，係咪啊？等等樣嘢，我坐喺度每年有三十有呢個八厘息收入，點解唔好啊？哇！嗰陣時美元就會好強啦，係，即係但係。這些現象會出現嗎？嗯，很多人相信特朗普會將職位帶回美國，美國選民啊，是，但是你認為蘋果會這樣做嗎？嗯，介紹一次再結局了，哦，再結局了，我就會將蘋果移去英國。嗯，喂，不給啊？給不給啊？嗯，是不是啊？是，是得的嘛。那我再将自己将它卖去你美国的时候，得你就收我关税咯。嗯，8000蚊到咯。你美国的消费者比的嘛。是。之但是在我整体的利润我是保住得到的嘛。嗯。作为了一间公司的 CEO， 他保你美国政府，一日保你自己股东和或者自己的财富。講完咯，係，到時會可能揾得到，除非你話俾你知，由於你蘋果你唔喺美國生產，我唔俾你入嚟。蘋果現在最重要睇嘅市場喺邊度啊？嗯，中國印度啦，國外啊嘛，係，係嘛？嗯，咁其他嘅產品都會一樣嘢噶。咁當然啦，有啲嘅市場咧就好唔同嘅。哦。一定要在美國自己本土的，那些顏色是不是好像耕田那樣，是，耕田是美國本土的，因為一定是美國人的嘛，美國土地嘛，是，好啊，小麥我可以用這個收割機收割，真橙呢，哦，一定人手拆，始終都還是人手拆的，嗯，是，你可以不讓墨西哥移民過來，因為很多摘橙都是墨西哥那些、偷渡下過來摘橙的、你可以一定要求是白人摘橙，是，那我就講一個故事了，哦，是，我個人就很喜歡喝 Earl Grey 的，嗯，那我有一次呢就去到美英國 Fortnum Mason 那間店頭問下他，喂，有沒有 Earl Grey 啊，嗯，他有，好正常啊，咁梗係有啦，因為我一不嬲都係飲開 Fortnum Mason 嘅 Earl Grey 嘛。佢話嗱呢啲咧就係印度嚟嘅 Earl Grey。哦，咁咁咁嘅錢。嗯，呢啲係英國嘅 Earl Grey。嗯，就咁咁嘅錢。我一聽啊，係嘛嚇？嗯，爭好多啊，800幾蚊一磅，800幾磅一蚊啊，貴咁多。嗯。有乜好啊？咁，嗯，系，佢话呢啲咧系嗰边攞嚟种，帮我耕种呢度咧，
全部英國人做的。哦，是引人工咁，所以如果你中意係用印度人隻手摘落嚟嘅，就俾咁嘅價錢。你中意英國人嘅手摘落嚟嘅，就用咁嘅價錢。咁你如果你為咗要顯示你反殖民地嘅決心，就買印度啦。你應該就唔買印度嘅，係買英國人隻手摘落嚟嘅。哦，睇辛苦啲，我哋等英國佬辛苦。不過第一件事就係你荷包辛苦。係。是吗？是。嗱，这个就是我们出现到的，你用外国人他自己做的。这样东西，嗱，不是我作的，你可以去英国伦敦 Fortnum Mason 的铺头度问他买英国种的 Earl Grey 和印度种的 Earl Grey。是。大家对比的价钱。嗯。那你就知道全部都是你是反全球一体化之后你哋歐美所遇到嘅一樣嘢，好話唔好聽，你到時你真係唔好著底褲。哦，係底褲又好貴，不如用英鎊整條底褲算，仲平啲，仲平啲可能。係，係因為用英鎊做完條底褲之後咧，用完之後無論點都好，都可以洗翻出去咯。仲夠膽洗翻出去？我洗出去咗，接嗰個唔知噶嘛。是不是是啊，就是这样、哦。所以在这里面来讲我找得到选民是真的有时候是很蠢的。嗯，这样会信的，你说会做到的一定会做到。话嘛，是选之前嘛。话嘛、如果布殊都不可以要求 Steve Jobs 他将苹果的生产线搬回来美国的话，特朗普除非要做的就是破壞了所有市場規律咯。嗯，那時的時鐘似乎有一樣嘢考慮喎。是什麼呢？是什麼呢？好像政府干預、美國勁過中國喎。嗯，是喎、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如何得以彰顯呢？是。所以我是看這場戲很好看的、最重要是特朗普当选。是。而为什么特朗普一直当选呢？其实很简单，很多人看不到美国的老年一辈。同样看不到在英国脱欧时老年一辈他们那种的是白人的自大心理。没什么理由我们现在白人在全世界地位那么低落。是找回强势一点的。他们觉得底裤都是 made in China 的。是。真的不得。其实你觉得如果真的特朗普当选了即时会有什么影响呢？即时很多人都说给你知世界大乱的。是啊。你那么乱咯。哦，即你都觉得会乱的。乱世才是产生枭雄和英雄嘛。是。不亂怎麼找到食物。是。是吧？是。所以沒問題的。最重要就是之前你應該怎麼做。其實很簡單啦。Raise cash。哦。是。還有很多日子給你做啊。我都做幾日。是。走得切。是吧？是。沒問題。那我想問一下啦，即是你覺得呢，特朗普贏了呢，影響大一點，還是希拉里險勝影響大一點？就算希拉里贏了也好，大家都不要這麼這個什麼。特朗普說明了嘛。不信。如果他，我只有贏親才相信這個選舉是公正的嘛。是。是不是？不是我贏這個選舉就不公正的嘛。他繼續一定還會打的。是。那還有你找得到，這次真的很不公正的。哦。是不是？怎麼不公正？ FBI 臨到最拉尾，你埋門那腳先告訴你，喂，你驗尿 樣本出問題喎、咁幫佢囉，係咪呀？係。咁我唔敢講，我唔敢講，不過我只係話你出問題。咁之但係到時之後就啊，原來問題呢係即係存在㗎，不過呢就係技術性上㗎啫，係冇乜問題㗎，可以。係。咁點啫？死咗啦已經。係。係咪呀？
所以而家你一定要睇 FBI 呢個人係共和黨噶嘛？係咯，呢啲政黨嘅嘢，唉，為咗呢啲咁嘅時刻，嗯，係無所不用其極。所以如果大家會相信選舉係可以好公正、公平、公開、透明嘅話，嗯，相信嘅人咧係 little bit simple， 嗯，真係淨係 little bit。我唔會講下面嗰兩個字，係唔會講佢。naive 又不會講 stupid， 冇講，係我冇講，我只係講 a little bit simple， 係就咁簡單啫。嗯，即係總之，石 Sir 就覺得特朗普會贏，大家就我認為佢贏面真正去到99%嘅。哇！又留翻1% 俾自己，梗係留翻1% 啦，幾時都會，嗯，係嘛？係我點鬼知臨到最拉尾嘅時之中，即係會爆出啲咩啫？突然間爆出一樣嘢，原來特朗普同俄羅斯，嗯。是即係普京好 friend 到嘅，啊所有而家希拉里啲嘢咧都係由俄羅斯度咧係製造出嚟，哦，幫啊特朗普當選可以得㗎，得係咪啊？臨到選舉之前嘅嗰一日兩日，突然間又爆出咁嘅嘢，我點知啫？唔知嘅喎，真係係咪啊？咁再跟住時咧，仲有一樣嘢就係突然之間會爆出一單嘢。就是有人話特朗普啊強姦有冇人，而家即刻去起訴。哦，不過呢個都唔得嘅。嗯，因為講圖式新聞，多單唔多啊？係喺歐美。嗯，係你睇睇啊，有幾多個係即係婚姻？嗯，唔係第二、第三次婚姻啦。嗯，係。係嘛？咁而之間嘅呢啲婚姻嘅話，通常唔係性格不和噶嘛。嗯，揾到個更好噶。係。嗯。可能咧又扮中槍嗰啲咧，大把嘢可以。唔知啊，即係呢樣嘢。即係所以呢，即係圖色呢件事件咧，喺歐美政壇而家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嚟嘅。嗯。唔好認為咁樣樣，呢個唔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因為 everybody is 圖色。自己本身都係，自己本身都係圖色，係咪啊？咁所以好多嘢唔好講呢啲咯。嗯，總之就清貨先穩陣啦。唔係清唔清貨，自己決定。哦，我梗係都講唔起，邊知自己決定啊？係。但係突然之間唔覺意嘅時候，你清完貨之後就彈出嚟，嗯，就係話普京同呢個係呢個嘅係特朗普咧，係有一啲咁嘅係眉來眼去啊，台底交易啊。啊、嗯，仲要將嗰個大家交易錄音啊，都俾人爆咗出嚟咁。嗯，一定冇文件㗎。係、不過有錄音啊，咁咁、已經夠㗎啦嘛。咁跟住之後完咗之後，哎呀，唔係呢啲錄音啊，俾人哋製造㗎。嗯，哦，清貨先。因為你要知道啦，而家錄音嘅嘢真係可以每一粒字同你砌翻出去㗎嘛。得，係，揾第二個錄都仲得。係，就咁啦。嗯，好，唔該曬，石 Sir。好。想重温翻石 Sir 手記狼咧，歡迎登 hket.com 嘅短片區。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